我是小凡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红，今天再给我们格格化化妆，打扮打扮。先给他画那个眼影，这个颜色行，来，别动格格啊！别动啊，哎呀，你干啥？呀，格格好漂亮，美丽。妈妈再来，看这边，格格你好漂亮。大眼，你看看，特别喜欢这两个眼睛，大眼睛，黑溜溜的，像两个大骨头。看，然后咱们会呢，小凡，眼睛下方就给它打到这儿是吧？嗯，行，咱们换一个，咱们来，腮红，来，你该打到。你说打到这儿，打到底下会好看吗？你说打的，可以尝试一下啊，看看试试哈。给他尝试一下也可以。来哥哥，看看，什么？这个有点浅，给他加深点，这样呢？然后咱们再给他抹睫毛膏，小凡你来抹睫毛膏呗。好的。这睫毛好长呀！怎么整呀？长长的睫毛。这跟小马怎么样？好的。你看，拉完更长了。更长了。我们给你修两个。好看，看漂亮吧？好，再贴这边。当然知道了，还往我这贴近呢。拉长了，好，不了，不吃了啊。咱们涂个口红啊，看看涂完红大红嘴唇子。对，看看啊，别动哦。你还要吃？不行哦，这不能吃，这不能吃。别亲亲小凡，他要吃的，可不可爱？哎呀，可不可爱？我是不是可爱的小姑娘？是小哥哥，太好玩了！看，可爱的小哥哥，漂亮吧？漂亮吧？哎呀，这大红嘴唇子，看嘛，没事，不怕，有这么年纪好害怕。怎么样，这回呢？哎呀，太好玩了！哎，呦，好可爱呀、啊，真享受啊，看嘛。咱们再戴上一个大红花，呦，你还要啥？看我们哥哥，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看看小凡和哥哥谁好看？哎呦我去！